何志远轻松驾驭2300万珠宝，念念不忘台湾美食。奇幻后何志远6天5夜宝岛行，离台前重头戏留给卡地亚美洲豹高级珠宝展。大家好，我是何志远，很高兴见到大家。志远欧尼原本就爱收藏卡地亚的珠宝，这回带上总值超过2300万元的美洲豹珠宝，厚的气势十足。尤其是脖子上这条项链，让它特别生活。제가지금하고있는팬더가2014년신상인데요，他趁这一次访谈，请摄影师黄天仁长镜，拍了超多美照，还吃了一顿台湾美食啊！还没离开就开始想念台湾了。정말망고빙수도먹고좋은분들과함께일하면서너무나행복했고요또무엇보다도팬들과함께해서너무나행복했던것같습니다사실안가본곳이너무나많아서그런데제가맛집을너무좋아해서요대만에서맛집있으면추천해주세요苹果的 online 喜欢家常来哟，不倒。